我有钱，我有权利，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承认我喜欢赵勋，我喜欢看他纠结的样子，贪婪拜金，几种力量人神交战，打成一团，我觉得太刺激了。我拥有的权利比我本身更有魅力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拥有这种权利强迫过任何一个女人，但是赵勋没有，他一个不字都没有说过，这个罪我不能忍。所以您看，就算为了我的母亲争了一辈子的那点体面，我也一定要打这场民事诉讼官司。不打扰了，再见啊，陈工。再见。